这个我试试方块。 有，但是这是很古老的游戏，现在已经有很多新的。我们组织有一个项目，设计，潜力石。 就是我说我玩我空间的潜力是，我们讨论游戏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在这里有两个学习博士学位的学生，我们可以有很多没有改变，没有任何改变的显示。我现在也在这里有一个代表历史的一个物品。 这是阿德星和XA-N24型的电脑，这是一个礼物，专家给我。我们有类似的电脑，它非常相似，这个被感染的电脑，我在刚刚开始，发展这个安全措施的。 时候，所以这是也有刚才给你们看的，也是带有这个病毒在里面，感染病毒的世界。所以你给我一些历史背景，但是现在我们想要更好的了解未来，还有现实。我的第一个电脑是阿达里巴巴。 它还有次贷这个姨妈，Christopher Eugene，我觉得如果我们提供给大家这样的信息，我们同时告诉大家我们的年龄，你们还记得这些东西是什么？对，这种卡片，我在 John Shopkins 学习编码的时候是用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是83吧，83年吧。你还记得这些东西吗？我们都记得。我有很多我是玩盘类似的东西在这儿。我鼓励他去 Bletchley Park 博物馆。 因为他们不只是有那个纳西，破解纳西密码的一些实物，但是还有很大像大车一样规模大的电脑。我不太了解这些信息，但是我记得 Munich 也有这样的博物馆，它有第一个电力的电脑，它的发明者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记得他的姓名。 这是在叫 Z 3，它是很早很早2000的时候，发明的电脑，所以我也去过这个地方，我在那里拍个照。那时候它叫做电力计算机，电子计算机。Christopher 的背景特别漂亮，你也有一个。 一个机械对，它也是对二战结果有很大的影响的。这些叫做 Colossus， 它是破解 Lorentz 密码的这些，这也是纳西使用的编码，叫做巨人这些。我希望主持人他可以。 现在让我们就是进入现实吧。好，我们基于历史要发展未来，这就是说，如果想要了解未来，要思考过去，是，特别是如果说技术，技术它必须思考，人类的行动。 人类的习惯，好，气氛很好，我们就开始吧。
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开始。我们好像是去过去了，我们是今天欢迎 Eugene、Christopher 还有其他同事。我们刚才开始一个信号，说一个信号，如果想要看未来要考虑过去，特别是如果想要看技术和安全的问题。我是主持人，我在日内瓦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平台的主持人。另外呢，我过去也是负责一个技术这个合作会议的一个会长。然后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考虑各种各样的线上。我现在在日内瓦，但是我所在的楼梯大家已经下班了，没人。我们这里有两个同事，他们在因为时间的差距，所以他们现在是早上。我们这里有 Izumi Nakamitsu， 他是联合国在京事务副秘书长，他还有我们的 Christopher Binder， 他是全球网络专业知识论坛主席，他是从美国直接连接。我们还有两个编码人，他们现在的时间是夜里晚上很，一个是 Kaspersky 先生，他是 Kaspersky 公司的创始人还有总裁，当然他对电脑的历史是一个很好的专家，具有很深的了解。另外呢，今天发言的有 Lata Reddy， 他是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的代表，他也可以叫他是网络外交官。我知道印度德里现在也是时间很晚，我想介绍John Denton，他现在从巴黎和我们连接，他是国际商会秘书长。还有 Enrico Calandro， 他是南非区域两岸安全能力中心，他是这个中心的联合主席。所以现在首先想要感谢举办商，他今天包括很多全世界的参与人，因此呢，为了比较公平，所以我们是现在开始是大家比较方便的能够上网。今天我们想要多看数字的网络的安全。我先说句话，介绍背景，然后请大家发言。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是协助所有的人类能够继续社会经济生活，但是几个月之内我们只是因为具备有很强的基础设施而可以让儿童上课，可以工作。有时候我们有很简单的服务提供用户，但是它会保证事物的供流，可以保证我们在家里能够继续工作。技术的基础设施帮我们持续生活，所以我们应该觉得很骄傲，特别是这些维持技术正常运行的人可以觉得很高兴。技术公司最近变成更重要的，我们更注意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也越来越依赖这些技术，这也是一个可能的风险。所以网络的安全和相关的网络测试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全世界就将他们的重要性
本会议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强调网络的安全，因此呢，我们现在都要讲这些特别重要的话题。请技术人员帮我们先是第一个问题，看一下，就是咨询一下我们的观众的这个气氛，我们能否看到这个问题？好，谢谢。现在的这个波动的时间中，很多人就必须有互联网才可以工作，进行或者享受娱乐、沟通、家庭成员。你们是否在使用互联网？觉得安全吗？我只是想要感受一下，想要听取你们的意见，请告诉我们安全不安全，大概的安全不安全，完全不安全，你们怎么回答？很可惜，这些通过 YouTube， 听取我们的观众无法直接参加投票。好，我们可以看到投票的结果。期间呢，哦，可以看到，我们觉得还是安全，所以可以说各种各样的回答都有，好像我们都在中间。未来我们可以看现实是否符合我们的感受，这是大概的我们讨论的背景。现在我有请第一个发言人，钟曼娟女士，钟曼娟女士，她是联合国财政事务副秘书长，请您告诉我们现在首要的对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首要要解决的任务是什么？因为您是代表这个部门，你觉得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我希望对我们的这个国际网络安全得到回答。非常感谢，今天我想祝贺大家。我们可以享有这么好的发言人的参与。我想开始从你开始的话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给我们肯定创造了很多机遇，但是我想再补充一件事情，互联网改变我们的生活，在每一个方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别的人的联系，我们现在正在体验这些转型变化是在世界各地出现，这也当然影响到我所在的地方。我是负责安全、国际安全和裁军这些任务。当然，一个负面的地方，因为整体来看，这个是正面的变化，但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在这个变化的同时，有大量的所谓的网络事件发生。通讯联盟评估互联网的使用率提高了30%，但是有关网络的攻击或者网络事件，这个提高率超过了300%，所以我们能看到是多么大的不好的负面的影响正在发生，但是正面的现象可能会更多。转型也带来给我们很多利益，但是负面的影响也是有的。我们非常深刻的表示担忧，一些恶意软件的出现，这些软件的目标是一些关键的设施，比如说包括医院、研究机关以及其他的组织。在最近几个月里，这样的事情都有发生，包括卫生组织。据我所知，
卫生组织报道了这个攻击的量增加了5倍，所以这些所有的攻击和事件也进一步增加了一些担忧，所有的这些老百姓也会体验快速的特别深的各种各样的攻击，恶意软件的攻击的现象。当然我们在考虑这些现象是否会深重影响到一些中心的话题，包括商业安全，我们所能看到网络攻击的类型好像更是不是一些动力强力的方式进行，但是这些攻击会产生一些重要的问题，包括是否我们应该面临一些更严重的攻击，对关键的基础设施造成威胁，这个基础设施是对我们保持这个维和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秘书长强调了网络的攻击在疫情，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发生，他呼吁了很多次国际社会要做更多的工作，以避免防止网络攻击，特别是针对关键的和医疗组织基础设施的攻击。我现在要结束了，但是希望我们能继续有关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避免这些攻击的讨论。非常感谢秘书长的发言，非常感谢描绘了我们这个方面的背景，这个增长比率30%，攻击增长比率30%，这些数字让我们看到整个情况的面貌，非常非常关注。刚才也提到了秘书长所提议的一些行动，也是有关你代表的部门对国际的安全也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评论，来自 Amir Hossein， 他说在我们的地图上也有关这个地图上发表了一个意见，这些攻击的多样性也是正好与这些不同的时区有关，也是有非常有多样化，所以我们要讨论这些危险是否与不同的地区而不同。这个在聊天室也开始了一个热烈的讨论，有关计算机电脑的发展历史，提到了一些很多古老的电脑。那我们今天发言者的年龄好像大部分都是在80年代的时候开始使用的电脑。现在有请尤金，你的公司提供特别详细的有关网络攻击的踪迹，特别是在我们目前背景下，你们提供一些非常有效的工具，特别是我们也使用在教育和网络安全。现在有什么样的情况，特别是有关网络的攻击的危险？在您第一次发言可不可以提到有关目前的网络的安全状态，您会不会提出一些您自己的数据和经验或者解决方案？非常感谢。在疫情期间有关这个网络的安全情况比以前更危险，这个是理所当然，有两个因素动员这些网络的攻击，所以现在有更多人待在家里，在网络的时间有更多时间，所以现在这些所谓的坏人
以非常容易能黑客进行黑客的行动。现在有大量的企业公司都让他们进行远程工作，但是并不会为他们保证同样的安全水平。在他们以前在办公室使用电脑的时候，这些人们这些员工就从家里工作，他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措施。这意味着犯罪分子他们会进入这些员工的电脑，从而获得他们企业的数据，从而我们看到这些攻击的比率提高了。我们还具有一些特别详细的数据，按不同的国家所出现的情况，他们有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数据库。我们这些措施允许我们了解到各种犯罪行动的情况。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请访问我们 security.com 网站，看到更多的统计信息。如果我们要说恶意软件，大概20%、25%，这是各种各样的恶意软件的提高比率。所以我们要识别每天都会30-35万新的 AE 软件会出现，以前没有的。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40万像这种的 AE 软件，这意味着这个全球的网络犯罪分子的数量大幅增加了。我在考虑这些犯罪分子的总数会有多么大的，可能有几百万。这是他们使用的各种的工具的多样性也是一直在广泛化。那这个犯罪行动一直在提高，但是从技术来看，人民不是特别大的挑战保障人们电脑手机还有其他的设备的安全。因为大部分这些工具的大部分比较容易防止，他们不是特别复杂，所以我们并不是特别难找到这些对应的措施防止恶意软件。主要的问题是很多年轻的网络犯罪分子他们逐步积累经验，他们有更多的技能，他们会加入一些犯罪分子的团队或者创造一些团队黑社会。我们正在监控大概有200像这种专业的黑客团队，他们创造了一些相当复杂的攻击方式，会打破水平比较高的安全措施，这个带来了真正的危险。为了保证这些保护这些系统，有很遗憾，这些攻击有时候是成功的。同时我们在讨论一些物理的系统，包括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我们也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反馈，黑社会正在蓄谋试图将有些基础设施或者系统使这些系统离线。好像他们看到这些网络并不是单独的网络，他们能看到这些物理的网络和基础设施，他们经常不知道要怎么利用这些机遇。但是我恐怕在未来他们能意识到进行对这些物理系统基础设施进行攻击所能带来的潜在。他们可能会从一些单独的组织的攻击转到攻击一些大规模和多组织的攻击。我们现在在这个东西的网络里面有比如说有这些监控摄像头等等设备都会受到感染。根据全球化和这些攻击的统计上我们都可以知道，所以我恐怕接下来是会出现一些大量的像物理基础设施的攻击。不像现在，因为我们现在面对
比较少量的攻击，但是很恐怕，未来这个情况会有很大的变化。网络和犯罪的革命，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和日益增大。这些犯罪分子他们也是人，像大部分的人，他们都会现在在家里隔离，现在有更多的时间改善他们的技术，改善他们的技能。好像有关网络安全从这个不好的状态会再更加严重，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积极采取措施面对这些犯罪分子。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Eugene。 我希望我们也可以找到对这种病毒的疫苗，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是以后要谈的，因为你提到几个很重要的题目，一个是我们的脆弱点，另外呢这个办公室和家里之间的动态，当然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情况。我们有很多新的人，我们有一个新的自文化，我们有新的罪犯参加这些活动。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多讨论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要迁移到动员，有请拉达。我们想要多谈各种各样的危险，因为中安全女士她说联合国这个从联合国角度谈，尤金是从公司角度来看，但是您是这个网络安全战士，你怎么看这些问题？非常感谢。感谢确实看我出身这个外交关系身处外交关系这个界，因此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防护要防御网络安全，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是微料系统，因为我们应该同意或者协商一些标准，比方说如果我们可以保障疫情之中没办法防御这些网络工具，可以说我们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有这个世界大势力之间的竞争，我们很难集中于这些效管住的国际关系的一些话题。但是我们的退化一直是重要，现在是更重要的，特别是如果谈这些网络问题，我们政府间的紧张如果从我这个技术大战角度来分析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资源网络基础设施的问题，我们要考虑我们的电脑系统，电脑运行系统，然后可要看到这个二元信息，二元数据。所以可以说实际上我们处于类似狼战的情况，但是由于全球化的贡献，因此现在没有贴这个题目。可以说现在的我们的这个题目是透明的，所以可以说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多透明的，而不是不透明的。我们可以，如果大家同意是所必要的，是一个全球上的一个挑战，我们可以找到合作途径。现在我们必须达成意见，同意有些东西是必要的，怎么做？第一，我们必须定义这个国际合作下的网络秩序。我们想要保障医疗系统的安全，
维持需要采取一些标准，另外要建立互相信任。我觉得我们如果提及这个问题，可以给大家更好了解我们这个外交关系界所需要考虑的问题。郎丈，您说，但是我到现在我们还没达到一个非常华丽的情况，我们还没有这个铁幕布。我们虽然如此，但是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发展我们的合作。我们需要采取更好的措施，确保网络的安全。现在，想多谈一些企业问题，邀请任东先生。他是国际商会的主席。我们有一些关于投诉的这个关于互联网安全的投诉。请你代表一些企业的感觉，你怎么看现在的网络安全最大的挑战，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之下的对公司的最大的挑战？我很高兴能够今天参加这个讨论。我们现在不得不要通过这个上网合作。我们这个国际的商会现在有很多公司然后疫情之中对他们数百万或者对数百万位公司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对他们的需求供应全部的这个供应链疫情造成很大的破痛，很大的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虽然这个事件并不容易，我们是针对企业进行很大的行动，想要支持我们的微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因为刚才已经所讲的钟南全秘书说，我们深入了解到我们所采取的动作行动同时有一些新的一些现象出现，因为我们是良好有善意，但是有的人是恶性的目标，所以可以说我们有很多这个钓鱼病毒或者钓鱼问题，我们必须居住好我们的供应链的所有的环节，因为它的强度是依赖最软的这个环节，所以要必须居住在线的经济它是更敏感的，更容易接受网络攻击的。所以可以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应对这些风险，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教育，但是还有其他我们想要保障官方方面或者是社会方面的合作。我们要改善我们的工作框架法律框架，我们不能自己消除这个网络罪犯的风险，我们当然要进行监控。我们想要发展我们的应急措施，可以说有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一些专门设立网络安全的委员会，这些比较富有的国家、发达的国家，因为他们有资金、他们有资源，应该协助发展中的国家或者更穷的国家，帮他们
也能够建造这种对网络攻击的这个可以防御网络军的能力。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所以可以说现在我们是要开始数字化的行动，为了更好准备我们的未来。非常感谢，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经济现状的非常好的描述。你说几个对其他发言人有趣的一个话题，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们可以是代表这个用户，代表国民，代表学界就问这些问题。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会议之中可以给大家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人他创业，他和比较就是传统的公司的老板有另一种问题。我很喜欢这个会议，我觉得你们做非常宝贵的贡献。我非常佩服你们的意见。目前 Chris 是全球网络专业知识论坛主席。那么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更多有关这个方面的内容？已经有很多事情提到了，但是我还没有说，所以我想分享一些比较新鲜的事情。很当然的是，疫情改变了我们的事实，带来了对网络安全很大的危险，对每个人，对国家级别一些犯罪分子造成了危险。我再次想，这给我们显示这些系统是多么依存的。每次有规模大的灾难出现，每次都有一些犯罪团队想从里面得出利益。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那么我想提几件事情，我现在还是一直在害怕一些新的风险，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经常提到这些攻击和盗窃和或者比如说在医院的注册里面改变我的血型，然后导致我在医疗过程中和死亡。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在将来是不可能忽视的。第一件事情是有一些正面的现象，就是疫情让我们给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这个领域是我们的优先事项。我们现在依赖互联网，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网络安全，这是最基本的事情。我们应该把它看成国家利益最关键的部分。还有这个国家的富有程度，还有人权，还有国际政策，都是重要的因素。在我的办公室创立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专注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发展，因为我们不是仅看成这个话题为技术话题，我们也考虑到一些政策的方面。要理解这个话题的政策一些因素，并不需要做一个特别专业的电脑学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我们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第二个方面是可能大家都也会觉得特别当然的一个方面，在我作为这个论坛的主席，是要继续建造潜力，为了能帮助发展中的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现在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支持，没有系统，也没有特定的战略，我们要与他们合作。这是我的组织
我们组织包括各种各样的非利益相关者，包括60多个国家公民社会，也是一个私营的学界，都集中在这个潜力的建造，也是集中在如何制定相关的政策，怎么启动这个政策。那我们应该能得到这些能力，在这个方面做的更多工作。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把建造潜力的这个事物作为我们将来福利的最基本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可持续性发展，联合国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的因素。另一件事情就是外交官外交和外交的谈判是正在2015年所制定的一些条例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在世界各地得到落实，这是对国家的法规也起到很好的作用，保证稳定。我们也需要保证对侵犯规定和法律的职责，如果我们要侵犯这些职责这些规定，需要承担相关的责任。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情况是在发达国家和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我想最后说，如果我们要说建造潜力这个方面，我们在纽约，我现在经常能听到在疫情结束以后会要怎么面对，因为我们不会错过这个疫情期间的机遇，不要让人们忘记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比如说包括医院，但是我们要把这个讨论的级别提高到首相总统这个级别。非常感谢 Chris，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讨论非常好，您对建造与各种组织之间的合作的承诺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非常小心好像没有提到很多技术的专业术语，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像这样的工作下去。还有一个比较的敏感话题，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外交的政策应该能意识到各种各样的意识的方面。那什么是在这个里面 security by design， 就是设计的安全的里面的作用。在我们讨论的第二部分，我们会更详细的讨论在这个和外交一些解决方案之间的关系。非常感谢 Chris 你所说的话。现在我们要又回到技术这个层次。Enrico 来自南非，您对这个数字技术和经济能说什么？非常感谢邀请我本会议，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和重要的。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参与者，在这个从我的地区来看比较晚的时间，这让我们好像觉得人们可能在网上会觉得更安全。我想说我是科学家，从事社会学，所以这些新的一些由数字技术创造的趋势会造成一些从人的心理方面来看的危机感，这是我的研究的一个部分。疫情给我们标明了一个很好的互联网的连接，不是一个是应该作为一个基本的需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算是一个奢侈品，所以目前所存在的障碍是我们无法有效的使用网络，防止我们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在发展中的国家，数字的网络的危险是
数字技术不平等的后果，这是随着数字化的发展而造成的。目前的网络风险程度也给我们表明了这个鸿沟有关网络安全的情况。 这一切都强调所存在的过去也是存在的一些不平衡现象，地区国家之间的不平衡。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一切从这个以人为中心的角度，所以我觉得有四个主要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政治方面的答案并不会解决很多问题。 确实是里面有一些有关网络安全的障碍，因为我们在说技术，但是我想说，所谓的信息的疫情是有关网络上的暴力，以及有各个国家进行的监控，这些现象是在疫情期间中出现的，或者在疫情期间中更加明显。 也给应对疫情的组织造成了更多的挑战。在南非，有很多所谓的初次用户，他们首次主要是通过智能手机上网，这个社群特别容易受到信息疫情的感染。 那这个疫情会影响到对付疫情的行为方式，当然造成负面的影响。还有一个信息疫情造成的后果是，有关疫情的网络犯罪，我想有关这个事情多说几句，因为信息的疫情会促使网络犯罪犯罪分子的行动，比如说增加疫软件或者一些比特币应用上的欺骗等等。但是疫情也会使犯罪分子更有效的使用人们的担忧和恐惧，也会再进一步增加一些歧视民族的现象。 还有一个问题，受到了更加严重，是网络犯罪分子的暴力的现象，特别是针对妇女、儿童。我们说的是这些在一些弱势群体的交叉点，因为数字化。 越来越普遍，所以这个问题也日益在增强。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跟踪技术的数量在增大，这些技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是有关在这个控制疫情的方面。但是与此同时，使用这些应用程序应该遵守隐私的法规。 所以，如果在某些国家使用手机的使用量是有限的，那么公民也受到一些风险，会受到这个他们的隐私权益的破坏。有的国家也没有这个方面的法定框架。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Enrico， 我现在可以说更好了解 Chris 所介绍的问题，因为他已经开始讲一点法律人权的问题，但是这些领域都要看在一起才可以分析好。特别抱歉，我们都有这个开关 mic 的问题。 所以刚才提及的所有的这些题目，我觉得都让我们提更多的问题。我还想要跟大家分享聊天对话框里面的一些问题。Mike Nelson， 欢迎您。Mark Nelson 他提了一个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三个词，就是
数字、身份证还有片码。 另一个问题，有的国家他想要规范网络活动，其他国家不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个网络空间是第五个，是用武器的领域，这些对这个地缘，政治地缘有关系的人觉得会觉得这个问题真有趣。 另一个问题，公民大公司是否要强制性的使用安全措施，或者是要保持自愿性？因为我们不想要对企业家、这些人和限制，很有趣的问题。Winsurf他也参加我们的讨论，他是这个互联网创始人之一，所以现在我想卓玛泉女士提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已经在联合国指导下所执行的成果达到的成果是什么？关于我们的沟通。 而且呢，现在联合国未来会有做什么样的合作，表示我们的这个方面的担忧。非常感谢，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好像发言人，还有大部分的通过对话，矿提供意见的参与者，他已经了解联合国指导下所达到的成果是什么。 我做简单的总结，当然联合国它有很长的几年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专家就是政府间专家会议，然后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个工作小组，已经通过小组的工作采取了很多决定。 我们觉得，联合国县长他也涉及到这个数字技术这个问题，提前也提到。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建议，他们说要采取具体的措施，为了建立我们的。彼此的信任，因为我觉得确实广进的合作，组成成分就是信任。2015年工作小组，他就是发表对各个国家如何使用通信技术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到广建的问题，像各国在使用通信技术的合作。 公共在使用通信技术的合作，尊重人权，在网络空间。另外呢，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不受网络攻击这些问题。当然，它也涉及到我们应该对这个网络方向进行责任的报告。我觉得这是良好的示范。我们做建议，建议也给不只是给官方的，也给民间企业的。大家就知道，2019年我们举办了一个新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他们现在正处。 在工作过程中，他们想要加强现有的标准，但是也要扩大现有的能力。我们有一个发展过程，联合国有一个新的包容性，更具有包容性的平台，是互联网平台第一个有关这些方面的工作小组，他的工作还没有。 还没有完成，明年才会报告他们的工作的结果。
几天前我们联合国大会议令决定成立另一个开放式的工作小组，任期为五年。所以可以说很多人物正在办理，但是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有一些经磋商采取的决定协议，所以我觉得这些已经经过磋商发表的标准要得到落实。我觉得一方面是有这个标准框架，然后另一个方面是致力于实际执行，予以执行。这样做，未来我们可以更好的避免中药的网络攻击。我们必须措施，必须采取措施，建立我们的信任，增加我们的智慧。未来我们要多谈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非常重要的挑战。另一个东西是我们深入了解，因为这些开放式的工作小组，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有开放的待遇，需要多边参与人的积极的贡献，因为我们先要有明显的这个行业的或者是技术公司的参与，或者是民间社会代表的参与。我们一直在探索我们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所以如果你们有一些创新性的建议，我很喜欢听取。我想知道联合国怎么能够更好的进行多边对话。你们知道有的时候联合国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决心未来就是做很大的贡献，付出努力，让我们利益有关方能够有更好的平台，能够做出或者发表意见。非常感谢，我看你是非常积极的寻找一些新的方法，能够使大家更好的交换意见，更好的合作。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怎么把这个网络技术问题和政治安全连接在一起。有我们也有日内瓦范德维克先生，他提问题，现在有什么样的新药的标准可以使用更好的打击这个网络风险，请大家思考怎么回答这个问题。Eugene Kaspersky 先生，你已经做了一些第一步的介绍，现在我想看，我想了解你怎么看政治和技术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建立能力为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 Kaspersky 学院也是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问你。领导人、大使，上你学校要学习什么？我有几个想法，怎么回答这个聊天对话框的问题？但是你的问题，不宜回答，因为有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措施，有的时候另一种措施。如果我们说，我们想要打击网络风险，我可以确定是，首先我们需要技术、教育和司法这个领域，因为我们需要我可以说三个这个领域或者是个发展方面，需要三个才可以应对网络的风险。说技术，我觉得。我们已经了解我们怎么保护手机和电脑系统，我们可以
编辑一个提供比较高程度安全的软件。但是如果我们看物联网，如果我谈工业这些技术，我觉得我们没办法做一个解决方案，包括网络保证网络安全，一个解决方案不能保护我们的手机、电脑、我们的洗衣机、我们的冰箱的安全。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设计就是具有原始，可以说天性的设计的安全。我不说像 Windows 或者 Linux 这样的电脑系统，我说一个真正的一个真实的非常安全的系统。我觉得可以，这个系统可以适用于物联网。另外呢，我们可以保证系统的结构是可以防御骇客的工具。这些系统它需要一定的弹性，需要更新，需要安装一些新的软件才可以使它能够使用。所以我觉得物联网和这些特殊的一些我们喜欢用的小东西便利，他们是在这个防御只有防御功能的平台之外的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工业 SCADA 系统的一个黑箱，可以说它就是我们所缺乏的保证安全的一个措施。因为如果我们缺乏这个安全设计的这个功能，我们可以扑充，用这种小黑子来扑充公司的安全。可以说如果我们想要保证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我们可以达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说传控的工具的成本要高于所潜在的损失，意思说犯罪成本要太高，它就没有任何利益要攻击我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技术，保证我们的网络基础设施或者物联网或者生产线无法所以骇客无法攻击这样的生产线或者互联网。但是为此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国际合作。我记得几年前在布达佩斯的，在匈牙利，我曾经说我们应该有国际互联网警察，然后这个警察他可以在网络空间追溯罪犯。所以我说我们真的需要那一种执法机关。但是很可惜的世界它是越来越分裂。我们有现有的这个政治状况不完全允许我们，或者不允许各个国家，他们是代表不同的政治派。不允许我们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不是政治家，我只是顾问。我向大家说，我们要改变现有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网络时代，所以必须保证其安全，或者是必须就是有这种目标，让我们忘记所有的其他地缘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互联网需要各个国家的合作，各个国家同意，因为我们面临的毕竟是同样的风险。所以现在关键基础设施它越依赖电脑系统，所以未来它也这种风险可以存在。因此呢，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必须有一个新的方法，新的
新的措施为了建造新湾的新任。非常感谢尤金，你这里谈的是一个新的词汇，你说这个网络弹性，我很喜欢你的词汇，但是我同意我们需要跨国或者跨境合作。我希望下一步你可以告诉我们外交官政治家他要学什么。Lata,请你回答已经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包括政治、地缘政治等这些方面，他们如何与网络的安全有什么样的关系？请你更多说有关这个新任的问题。有关这个新生和安全，那么如果要建造的有意义的合作，一起克服有关网络安全的问题，我们需要战略性的合作伙伴，这就是所谓的新生泡沫，这就是技术新生的泡沫。那每个国家能从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泡沫里面的合作伙伴能得到什么？首先我们需要整体化，在政治方面，在法律方面共同有信任。首先我们需要达到广泛的经济合作，包括服务军事还有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每个国家之间公民之间的信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这是不能缺少的。如果我们要往前迈下一步，发展这些技术信任的泡沫或者发展国家之间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我觉得今天有一些很大的担忧涉及到使用在贸易的技术。我们知道比如说 5G 这个技术，我们评估新的技术不仅是从成本和效率的角度，还有一些政治因素，我们有一些担忧，比如说这些技术的来源，这个来源国家的法律规定的状态与我们与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不仅是贸易、经济、商业的关系，肯定在卖家和买家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新生的泡沫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对不起，我忘了你第二个问题，我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还有Charlene提到的一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论坛我们应该组织，是否应该是一个组织，还是我们要进行讨论这个协调，这个全球的协调应该在什么样的层次上进行。我觉得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努力进行协调是在不同的论坛上，现在有许多不同的工作和努力，我们正在进行对话，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不仅是在 IGF 上，也是环绕着各种各样的世界上的委员会，还有很多的知识库和类似的团队，所以我们应该能创立一个组织来协调这些所做的努力，给这些努力分类。但是我觉得做起来非常难，因为现在好像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渴望来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机制。有的国家好像会反对要创造一个全球有普遍认可的有关网络安全的组织。这是一个有关高级别领导的会议的问题，好像很难的问题。就是谁应该管理这些网络的事项，
这是很大的挑战，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已经有很多论坛，确实是，但是我们需要我要回到 John， 还有谁应该管理？你也许也会想提起刚才提到的事项，如果有人指某一个当一个人，那只是一个舞蹈。去年我参加了IGF 的论坛，我们当时启动了一种ICC 的项目，当时我们看到了数字的鸿沟很明显，很重要的是也是技能上的鸿沟，我们要考虑怎么提高技能的水平。尤金好像也提到了，拉达也是。那我的我质疑的是什么？我们通常没有足够的规范，在政策和法律层次上允许我们执行所想要的保证网络安全的措施，这是一个缺少的部分，不仅是在所有的经济体上，有的会让我们非常惊吓的。所以为了创造像这样的一个框架，政治框架能有效的落实，国家的政府应该做出主导的作用，他们必须有这个潜力，没有潜力他们就不会单独实现这些目标。连在发达国家中，我现在要回到已经提到的一些内容，如果我们要创造很好的框架，不能自立为政，要有更大的参与，包括公民社会和私人企业，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要实施这些措施。如果我们没有最终端用户的参与，那我们最后都会面临特别困难的情况。这个也是包括发达国家。那如果要说到发展中国家，我觉得那儿也没有所需要的框架，那儿也需要开始与可以加入政府商业公民社会参与，能一起共同在这个三体的结合成功的合作。那我现在在看聊天室，我想说为了要达到网络安全，你们要坚信我的研究所在这个方面做很多工作。ICC 五年前已经开始了像这样的讨论，我们努力提出一些推荐解决方案，在我们的建议五年前已经提到了，需要有一个整体的对待方式，需要减少风险，需要预备一些攻击，我们很详细的提到了这些建议仍然有效，希望对你们会采取作用。那么创造规范的政策，我们要记住政府最后必须合作，必须帮助要做所有的努力达到这个目标。非常感谢 John 很详细的给我们指出来，我们通常是说一些大概的内容，但是我时候我们就需要保证更多的多方面的参与。有时候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讨论，为了能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集中我们的行动，我们需要更大的关注。现在要转到 Chris。
您是否可以考虑到一些在聊天室所输入的评论？在某个团体里面创造了有关一个乐观的对待方式。我们需要讨论法规，有些系统的有关的法规，在有的国家如何具互联网的设备，如何可以有可能会在军事方面使用的，这个也需要跟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讨论。现在还有外观提出更多的问题。我很喜欢 Wolfgang，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问题，它当然不一定的是涉及到互联网。我想回答John以前提及的问题，我们必须需要在编辑我们的政策，保证多边当事人参与。因为我们在做我们的国内的政策，今天我们可以分析每个国家，这个后面的事实。我们觉得，不只能这个官方方面应该编辑这种草案，还有这个民间社会或者是企业也需要有一定的贡献。另外呢，我这里不赞成，我不同意。我们是一个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平台来公关你所有的这些问题。我说这个要失败，我们简单的需要用已经已有的对话，特别是联合国之内的对话，就是要提高它的效率。我想一想，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新的条约，有关网络安全的条约。我觉得我们这里还是只是初步，所以我们想要分析各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标准，然后想看国家愿意普及这些现有的标准。但是现在有些国家他不遵守现有的条约，所以在签署一个条约之前我们必须达成意见一致。另外的，我们还有关于这个互联网安全的问题，有一个人好像有这样说，或者拉达他说这个外交官可以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可以受什么样的课程。确实我们政治家我们外交官需要培训，我们也做这些，我们要他们来华盛顿，我们在这里对他们有专门课程，然后尤金也是负责这类的合作，我们也必须监管这些发展。还有一个问题有关冲突管理和冲突防止，问题不在这儿。我觉得如果网络工具不能用于到攻击行动，我说这是不可能，我们肯定有这种风险。因此要了解好各个地区怎么能够控制情况，避免这种冲突。我觉得这就是国际标准的能力和人物，但是这些情况都是要连接在一起，而且我的时间很有限。非常感谢我这里因为有一定的责任，所以要保持时间纪律。我很高兴也很幸运能够今天和你们进行讨论。您说融资，还说你不相信这种过大的中央化是可以，就是一个平台是一个好解决方案。Mark Carvello 同时问一个问题，
他过去是英国的外交官，涉及那个互联网问题。他说，北京大厦现在有一个观察中心，他就是分析我们的不同的平台，所以这是一个好想法。我们可能要进行这种各国平台的合作，好像新加坡有个很好的案例，他们做培训，这是一个建议而已。我可以看到这个聊天对话中有很热烈的很热情的对话。我们现在有请 Enrico， 你看到我们对话中擅长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对待这些问题。你的看法为何如何？非常感谢。我自己想要多一下介绍这个联合国网络监控中心。我觉得这个网络空间它不能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我不能说因为国情或者其他原因我们是单独的看一些问题，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生产更多的问题。我觉得当然应该有首要的题目，比方说适用国内的司法系统面对互联网安全或者互联网犯罪。我觉得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当事人同时参与，我们要做更多的分析，我们更好了解各个国内的网络犯罪的情况，有一定的证据才可以了解，然后在深入分析之后在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之后，我觉得网络政策网络政治它必须以人为主。首先我们当然要增强我们的弹性，我们的防御能力。我们可以说这种防御能力它是我们的这个网络潜在能力的一种过程。我说我们疫情之中网络这个基础设施是比较有耐心的，可以说，因为过去尽管有一些攻击，互联网是不断的在发展，不断的在加快速度，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对人的防线，因为有的人很脆弱，有的发展中的国家他们有使用一些技术然后他们的这个安全水平是很低的，所以没办法减少比较发达技术攻击。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首先要保护脆弱的最脆弱的人群，我们的政治安全，我们的这个技术的政治，我们的政策都要保证人在上网会得到一定的保护。另外呢，我觉得有的当事人他必须共同建立网络空间内的信任。我觉得联合国目前为止，他特别是有发展中的国家被看是一种综合的一个结构。因为发展中国家它可以一起坐在联合国的这个圆桌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平台可以谈网络安全。我觉得传统的多边的这个手段，它可以更好的邀请发展中国家更积极的参与这些讨论，而且和企业和官方和各种各样的当事人进行对话，这样可以促使准备更多的
标准，有利于安全利用这个互联网。非常感谢。有一个问题是 Cristiano Roy， 他是互联网安全中心的代表。我们经常在说这种国际化，我经常可以忽略这个人的问题，但是当然人道主义是联合国多建议的一个方面。我现在请 Enrico 做出一定的承诺，然后我们这里作为秘书处，我们做记录，然后下一次IGF 会议可以看你们是承诺是否得到落实。你有30秒钟，我自愿的承诺是什么？我想要继续发展这个训政，发展我们的政策，要求实发展政策。非常非常感谢 Chris， 你的承诺如何？我代表自己，也代表我的组织，我承诺，我们要加快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效率，我们要改善这个网络技术的安全。我们会组织一个会议，一个讨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是以后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承诺是和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和其他当事人在一起合作，保证未来的网络这个技术的发展，普及相关的智能，提高我们的这个信息技术在世界上的使用，改善我们的解决方案，帮助现在最弱的人群。我们是想要积极的发展我们的政策，也要我政策还要邀请大家参与我们的商务问台，然后因为我们有4500个商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那你的承诺是什么？除了你会写一个在那个博客上会写一个非常精彩的信息，那么请您作为一个网络和平的武士，这是我对自己的称号，我会更加努力提高国际上的合作，更民主化和互联网和以及在网络空间中所实行的规范要一体化，地区国家多方面的努力要增强，以达到我们的目标，使网络空间更稳定更安全，这是我的承诺。现在转到尤金，那你的承诺是什么？主要是进行培训，给数字外交官跟联合国进行数字培训。太好了，那我觉得我们会以非常有趣的方式进行，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有关网络安全的培训，其中的一个培训是一个桌台游戏，是好像那个模拟公司经营的一种游戏，叫做战士，这是一个拼桌游戏。我们会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进行培训。非常感谢。通过玩游戏也可以学的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也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的我们的目标。现在转到Zoom，那你的最后的承诺，自愿的承诺，我们能从您期待什么样的承诺？非常感谢您，我也是在想在此进行承诺，从我们的角度也是符合联合国秘书长的议程，我也是在此承诺将推广以最大的程度
推广网络安全的文化，以及我们会继续并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所参与的国家的工作，共同建造责任，并遵守有关的法律，加强这些规范的落实管理，有关在使用互联网的技术的责任感。我也是在承诺在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再进一步增加努力，创造公民社会以及商业的代表人。那我想说我的承诺第二部分今天还没有提到，那我也是想发誓我会推广平等的全面的妇女的参与，也是在这个特别重要的网络安全的领域，我们现在已经缺少像这种的能力，特别是也是缺少来自妇女的潜力，我们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来建造这一套技能和能力，也保证妇女参与决策的过程。非常感谢您伊佐米很好的承诺，也非常感谢所说的内容，非常感谢所有的参与者。我们会按时结束本会议，感谢大家积极的参与。还有一个我只忽视了一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谁可以？这个讨论的结果非常好，我们应该以乐观的态度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尤金有一个想法，准备一个桌台游戏，有关网络的安全，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培训。非常感谢 IGF 的秘书处，也感谢联合国以及所有的人在组织这个会议做出了贡献。接下来希望能在明年亲自见面，到时候讨论我们今天所做的承诺的结果。那暂时我就和你们分享，我想跟大家在这个虚拟空间提一杯祝贺，和表示感谢，祝大家美好的晚上，平安夜，美好的一天，下次见，再见。Bardzo dziękuję wszystkim panelistom.